大家好，欢迎收看7月2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，我是方家伟。为了宣传全民运动大会，同时鼓励民众走出户外，志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25号开始举办以运动会为主题的花夏运动会活动，现场有多项创意又好玩的运动游戏设施，欢迎乡亲一起来玩。花夏运动季25号正式在志卡轩公园盛大登场，先学学艺，丢失一赖，则是体验一下丢飞盘的乐趣。不会，你写乱丢你写啊！快挖快走！耶！我今天玩的最高兴的。运动很简单吗？很简单。没有。超好玩的，赶快带孙娜来玩了。县府文化处长吴坤如表示，这次活动规划有趣的闯关区、互动游戏区两大区域，提供老少咸宜的游戏、有趣的设施，让大家来玩一玩。今天我们接花莲未来迎接10月17号到20号最大的一个盛事全民运，由志卡轩开始做一个迎接。那所有的整个精彩都在花莲，欢迎所有的外来的观光客呢，都到我们花莲来。那其实我们花莲真的最近呢，人员真的很多哈，来到我们花莲玩哈，真的非常感谢他们。然后我们志卡轩呢，所有的活动呢都是免费的哈，所以还是欢迎所有的观光客呢到我们花莲来一游。除了丰富的运动游戏之外，活动现场必设置有可将你摆出任何姿势复制出的大型 3D 真丢墙。以及需要大家提供创作的花开全民运动装置艺术，为活动增添不少亮点。记者九恩前线报道。